喝的果汁跟加醋酸的果汁。哎呦，哦，醋酸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在骂人？醋酸，醋酸才骂人。说出来啊，说出来，寿新鲜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再祝你生日快乐。闻到，满满的，闻到就有先后了。来，祝大家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开始演了哦。Oh my god！ 哇！紧张紧张，神秘啊神秘！来，女子，一打开就闻得到。今天没来宾，自己人，自己人就是下重啊。自己人，那他吃好一点呢、啊。对啊，言之言味。你在喝金门高粱是不是？啊，好的。我待会一定会打死他的，你看看，眼睛都变红了。来，左小轩同学，怎么有点怕？祝大家生日快乐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越来越瘦。你遗言交代太多了。走一个。阿弥陀佛。是不是？酸，谁吃到正常的？谁喝到好喝的果汁？我觉得吴秉承喝到，因为他很少看到他会犯雷。对，对啊。那你觉得谁喝到？那我也觉得是吴师傅。对，那就是从那这两，好好的从这两个选来，就多演，没关系就把它撇掉。那你呢？我你才不想负责任吧？我倾向米泽磕到正常的，嗯，因为米泽的眼神太闪烁了，太闪烁，打得好，去，去啊！我说的时候肯定就是我肯定团结，团结，挺你，哥，你路途都走一半，忠诚，我出来就表示团结，对，猜拳输了去了，来，还有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你看，哎呀，不是最赢的出来的，米泽，先想好谁哦，你也觉得出来，你也觉得对，好去，好喝啊，哎，醋酸，我啊，这个朱一轩哦，我抓错了，不觉得超酸，是酸吗？酸，酸，哇，好酸，好酸，很酸，真的很酸，哎呦，是被我们撇掉了那个。那我觉得是剪刀手不，不，去。我觉得吴师傅哎。哎呦，这是被我们撇掉了那个，让他在那里撇掉。先引到你，引到哎，喝香啊！拎得起，拎得起，喝完哎。同学，哎呦，恭喜！祝大家生日快乐！哎呦，这演的好好哦，他演得很好哎。处罚你们，处罚是同学看一下。OK 啦，安全安全。反正看谁抽到了，谁先？哦，我先好了，因为通常最后的最安全嘛。还是直接拿出来吗？是这样吗？你拿出来啊。最后的压力好像都蛮大。没有，最后通常都没事。哦。对啊，最后通常都没事。你决定，你两个学长谁有事？哥，失礼了。你决定哦。因为最后通常都没事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这个看你要害谁哦。有这本身里面就三颗球而已，我大家一起把名字喊出来，对吧？谁要备胎？一二三！这个节目为什么大家很喜欢看的原因就是这样，这太刺激了。今天是25公分，哎，新来的啊，来。我不要了，他上次把你骂成这样子，他上次打自己人，不是头会晕，来来报仇，来，让你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，让你体验一下，
认真拉哦，拉不好我们要打你哦。来啦，来，快点快点，就照这个照这个吧。米泽整个笑开怀哎，25，哥忍耐一下。那个双下巴那个缝，哇，他等于好卑鄙啊！拉直起啊！这个他没有力告哎，好狠哦！哎，都被力告了，你要力告，他脸都红了。哇！我警告一下，你刚刚打完这里手一动，Michael Jackson 是这样。哎，这个手代替脏话。我让你骂很多哎！你现在这一条啊，就很像那个建中前面有没有宪兵一队那条？哇塞，打到出沙了！